为期四天的2010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于8月24日成功落幕，并创下多项佳绩。24日下午4时，在世贸艺馆举行2010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闭幕记者会，文件会副主任委员洪庆峰、中华民国画廊协会副理事长张学孔、画廊代表所海艺术中心萧伯忠及诚品画廊赵丽皆亲临会场。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到现在呢，即将画下圆满的一个句点。文件会跟画廊协会、跟外贸协会一起共同来主办阿泰贝呢，已经是进入第六年。这一次的筹备相当的用心，把国内国外的这些买家、收藏家都能够一一的邀请到现场，所以我们实质的交易的成绩呢，就显得非常的亮丽。今年的艺博会成果丰硕，整体成交金额达新台币5亿5千万元，上在洽谈中的交易金额预估超过5亿元，总计金额上看新台币10亿元，成绩可谓历年来最好。文件会期望借由艺博会的举办，活络台湾艺术市场，鼓励台湾艺术新秀，并透过此一平台，将台湾多元的艺术创作推向国际。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道。